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是我来就是来每一次来圣基亭啊，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其实它就离我们生活圈真的很近，我是龙潭人，那从小看过它，就是走过路过，然后都是错过，所以近几年来不断的在透过不断的来复习，然后来去理解，发现它是默默的就是承载的一些历史跟一些讯息。那我觉得每一个讯息我都觉得很精致，这样子赞。那横着一张。